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响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在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？你看那9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7000个地方，我们定去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冰岛或希腊，南美不去吗？沙漠你爱吗？我问太多了，知道吗？这里的季只有一两天，白昼很长，夜很短，夜晚有3年。知道吗？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？要不再说呢，会修一年吧，一年能等吗？你还去吗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